本阿利亚火腿。本阿利亚的火腿全部来自我们自己的牧场，因此我们可以从源头保证所有产品的质量。我们提供前腿和后腿的火腿，根据火腿的重量在盐中腌制相应数天，之后通过烘干器模拟自然过程，使火腿逐渐失去水分。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严格控制，确保火腿在最佳状态下到达消费者手中。根据品种和熟成时间不同，本阿利亚有三类火腿。我们的塞拉诺火腿来自白猪，符合欧盟的传统特色保障质量标准，包括干燥时间和肉块厚度。我们有两种类型的塞拉诺火腿，窖藏版和珍藏版。窖藏版塞拉诺火腿的最短熟成时间为10个月，而珍藏版则为12个月。在我们的商店里，您可以找到有蹄和无蹄的火腿，且有带微型切割标志的表皮，方便切割。杜勒克火腿来自杜勒克白猪，具有更多的脂肪浸润，更浓的香气，因其更长的熟成时间，且具有更柔软的质地和更醇厚的口感。真空包装的去胯骨前腿火腿更便于切割。本阿利亚是加泰罗尼亚最大的伊比利亚火腿生产商，我们的伊比利亚火腿是50%的伊比利亚血统的猪，前腿的最短熟成时间为12个月，后腿为24个月。您可以在我们的商店里找到带蹄的火腿，并切割成微型的表皮，更便于切割。本阿利亚的火腿没有中间商，并且符合质量认证和食品安全标准。本阿利亚直接来自我们的牧场。